Let's go。 不知现在的你是否有种感觉，公开发言像在填写试卷，想开辟心情说笑话，本来随便，却总会有人让你朝向他们轰转。 No， 我说一小二三四五六，此时评论规则骂 flock， 这是 talk show， 担心信息时代诞生，对抗文明的战斗，我们共同的对手名字叫嘴臭。 ETC 被重新定义，脑内疯狂变换千百万种逻辑，自得良好配合阴阳怪气，我的规则我要立于不败之地，战旗煽情占领便利，情理不占也要争取说话的权利，不会就我一个叽里呱啦，那韩国四周才发现只有他自己。当提出质疑不是为了彰显思想最独特，自由表达的强者在鞭挞之下屈服着，将东西藏起又如何，将舆论转移又如何，出言不逊的背后绝不是幽默，先挑一个战场，反对卡在公屏上，摆着证明百花齐放，处心积虑干一干，再抓一个对象，良辰美景谁遭殃，看不惯我就要上，原来追问是什么立场，接着小处之上，横眉乱落开冷枪，可是自然历史巨浪张开堂壁打一打，灭句号众生相悲，撤下伪装，此刻需要观众起立鼓掌，看岗上开花。好兄弟们 We are fighters， 不要成为胆小的 soldier， 哈，看些视频看些动态，拆些反调还能赚些崇拜，享受第一次就必须学习说唱，他都高手靠匿名觉醒多棒，不是玩梗千万不要惊慌，不懂质量我要不造冰箱，随时随地杠上几句，气不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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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我虽然做井底观点，伸舌头也能摘下大雁，自问自答自容自洽，自寻自夸自说自话，就看你怕不怕，虚拟告诉上的一群就肥肉皮吧，一语落下大家一起嬉笑怒骂，今天不明解释不清，现实没完了吧靠近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撒疯比亚裔的气息，东西北藏起